反正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呢，公务的原话，就觉得你们这个部门今年的销售收入增长不高，利润也不够，所以可能会削减一部分你们的预算。他凭什么削减我们投资？他自己最近倒是没少花钱，买了一个出版社，还搞了一个漫画工作室。你说咱们一个科技公司搞这些不相关的投资，做风险投资评估了吗？嫌我们赚钱少，我们赚再多也经不起他这么玩啊。确实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了，但是没办法呀，人家是大老板，我们是打工的，就只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吧。别看他现在花钱痛快，迟早有他想办事没钱花了一天。行吧，你先去忙吧，随时联系。行，走了。说好的请我吃大餐，结果就请我吃了个汉堡。哎，你说了一天话，你不累吗？还好吧，一直都是你在说啊。那你笑了一天，你不累吗？因为开心，所以才会笑啊，有什么可累的？但是你都问了我一天是要念的事情了，我已经把我所有全部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大哥，你还真是他的死忠粉，800年前的事情都被你掏出来问了。你这么追星，你爸爸妈妈不管你吗？我只是很欣赏小念。小念转变得这么快吗？欣赏还是喜欢？你确定你分得清楚吗？哎，也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吧。怎么没有必要？她现在是公欧的女人，公欧哎，你敢跟公欧抢女人？难道有什么不成吗？他们之间没有结婚，甚至连男女朋友都算不上，那我为什么不能试试？我靠，哥哥，你还真有这种想法呀？你不怕他朝你满门灭你全家，把你放到非洲大草原去流放啊？你说这些，他之前都做过。哎呀，没有那么夸张啦，我就是劝你最好别跟他抢女人。我只是觉得，小念应该更喜欢我这种暖男款吧。哎呀，好了好了，咱们俩就说到这儿吧。到此为止。丸子，那你也不能什么都说呀，这嘴真是没有把门的，而且有些事情根本就是假的，你还跟他乱说。把你吹嘘的越厉害，他不是更愿意出力吗？哎，我跟你说，这个白宇真的挺有想法的。今天就给我提出来什么要趁热打铁举行话友交流会，我觉得这个想法挺不错，这样可以迅速把你的品牌推出去。要不然你一直躲在幕后，别人知道你是谁呀？不知道我是谁又怎么了？我不在乎这个，我就好好的画好我的漫画挺好的。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现在的宣传效果能为你的漫画带来10倍以上的效应，到时候美少女漫画家、二次元美少女就软文一些，你不想火都难。难道你打算一直靠着公，不打算靠自己的漫画赚点钱了？那倒不是，我跟你说，我最近还压力挺大的，因为他昨天，带我去了一个文化产业园，然后呢？然后。在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给我设计了一个漫画工作室。什么工作室啊？石小念漫画工作室。喂，你在不在听啊？丸子说话呀。白玉果然没有任何希望了，暖男有什么用啊？公才是真男人。我们俩的事儿，我们就自己做主吧。我不跟你管，谁管？学姐，你怎么来了？你回来了。
正好下午没会，就过来看看前出。我们正在商量你们之间的事儿呢。先坐吧，小弟。哎，都订婚这么久了，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姐催我们赶紧领证呢。是啊，你跟师弟从小就认识了，是该考虑考虑了。行了，小弟回来我就放心了。你先好好休息，公司的事情先别操心啊。好，那我先走了。先去慢点。我送总监，我送你。去车上等我。想说什么就说吧，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学姐，我和石小念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啊？你想让我怎么处理？学姐，我知道这件事是我的错，但是我不是故意的。我爱钱楚学姐，我比任何人都爱他。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你爱钱楚，你也不是故意的。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呢？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是不会告诉他的。啊，至少现在不会。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好好合作，不是吗？可是这件事我不明白，石小念的漫画复印件怎么会在你这儿啊？这个跟你的事情没有关系，你不需要知道。那我怎么相信你不会在千初面前拆穿我呀？我也没有强迫你相信我呀。演戏不是你最擅长的吗？我先走了，你好好保重吧。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小的交给您服务？你搞什么啊？哎，这位夫人，您知道在这个产业园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行业的尖端人士都将为您工作。听说你在这儿碰到你妹了？消息灵通啊。嗯，她竟然就在我楼下。哎，你还别说，这个木千珠为石笛真的下得了血本。不过什么？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呢？哎呀，还有什么呀？木千珠送石笛工作室，那是聘礼聘礼，你懂不懂？娶媳妇用的。你呢？公欧送你这么大一个工作室，为了什么呀？你能不能别瞎说呀？他给我买工作室是怕他投那出版社要赔钱，就给我找了一个地儿让我努力工作加班加点。哎呀，你呀，现在脸上就写了四个大字，自欺欺人呢。赶紧说正事儿吧，你不是有什么策划案的活动吗？什么活动啊？哦，对啊，坐。这些是漫友见面交流会的全部方案，你先看看。这么多啊？这一个交流会至于这么厚方案吗？你是不知道，现在在出版社里，只要我一说话，就一群人围过来。我自己还没怎么想清楚呢，一人一个方案就已经摆到我办公室了。这些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你先看看，不合适就直接丢掉。啊？不过，咱们有必要参加这种活动吗？有必要了。那天我跟白宇聊完之后，我才发现现在这个粉丝对偶像的崇拜真的非常可怕。让更多喜欢你漫画的人见到你本人，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他们都是你漫画的忠实粉丝，多吸取他们的意见，不是会画得更好吗？你说的有道理，我也希望我自己画的东西能让更多人喜欢，这不就得了？那富婆，我们就办，办，办。怎么了又？办是可以，但在这之前，我得拿下一个人。请，请。啊，上座，请坐。啊，这个芒果布丁是我给你做的饭后甜点，你先用完餐再吃这个，正好温度刚好，对胃也好。请用餐吧。我不同意。什么就不同意啊？凡是需要你费力讨好，我想让我答应的事情，我都不会同意。是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所以你怎么想了？那就别说。龚大总裁，其实没什么，就是一个漫友见面交流会而已。你也可以去参加呀，是不是？对对对，你也可以去参加。而且，不行。他要是去参加了，还有什么漫友了？都是这奇怪的总裁粉，就不是我粉丝了。见面交流会，你们慢慢吃，我不饿。不会，哎，啊，这么多饭不吃，浪费了。不，我这，你不同意了吧？一个交流会而已，完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待一下午，而且还会有很多媒体来参与，真的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既然你自己都决定了，还来问我？我得问你啊！我不提前跟你说好了，像你这脾气，万一去破坏现场怎么办呀？我还不了解你啊！我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拜托你，我特别想参与这次活动，你就同意了吧，公。看来在出风头这件事情上，你不比你那个妹妹差。这不是出不出风头的问题。我原来喜欢漫画，是我自己真心喜欢画漫画。我很感谢你让我的漫画出版，也很感谢你让我拥有了现在这个梦幻一般的工作室。我真的很谢谢你，正是因为你帮我完成了这一切，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漫画可以影响这么多人。丸子之前跟我提这个想法之前，我都没有想过。现在我倒是觉得，我特别想见他们，我想像朋友一样跟他们交流。我想问问，哎，你们喜不喜欢我塑造的男主？你们对我塑造的女主是什么看法？我特别想问问他们。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原来我的漫画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让他们过得更立体、更丰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你、对于丸子、对于白羽，它在盈利上可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可是它可以让我发现自己的价值。哎，我也知道你一直觉得我的漫画呢看不下去，脑洞奇特，毫无意义。可是它是我生活中很大的意义。既然你都投资它了，你倒不如再给我一点表现的机会呗。你真的这么喜欢阿曼吗？哎，随便吧。你就是同意了，你这态度就是同意了。那你答应我，这次呢你不参与，不出怪主意，让我轻轻松松自己把这个事儿完成了。这个活动呢肯定会人特别多，时间也会挺长的，你可不带翻脸的。那你对灯发誓，像这样发个誓。幼稚。不发誓也行，那咱们握个手。谢谢你。那我去给你热菜了，你不许反悔啊。说我是偏执狂，自己比谁都固执，这么不讲理。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甜美柔软的幻想，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少年支援，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啊！靠前，靠前，靠前，一会儿就到了，这边。可以呀、啊，怎么样，像不像生活在你的漫画世界里面？你这动作够快的，想不到你还真有当主编的才华和天赋。只不过我担心我这粉丝能承担这么大场面吗？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你是不知道，你的粉丝号召力连我都没想到，报名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人，要不是我精挑细选，这会场都坐不下。是吗？我看看。李国庆、陈翠花、季永强、吴秀英，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啊？难道我的漫画现在已经开始吸引中老年了？哎呀，别想那么多了，有粉丝来就行了。哎，对了，我今天还有任务要分配给你呢。什么任务？我们呢，根据你的漫画做了一些周边，人偶啊、漫画原稿、复印稿啊、手机链、钥匙扣啊，这些可都是白羽连夜找工厂赶制的，但绝对保证做工精细、良心产品。一会儿呢，你就旁敲侧击的推销一下。你这商人模式转变的也太快了吧？那当然，近朱者赤。我现在怎么说也是攻打总裁女人身边的朋友，当然觉悟要跟上了。哎，公公呢？他竟然也没跟着你啊？他又没粘在我身上，干嘛到哪儿都要跟着我呀？那他没跟着你，没找人视察呀？他不担心吗？你想问米生就直接问。米生送我来的，现在走了。怎么着？你是不是有点小失落呀？你看看你，今天还精心打扮了一下。你胡说，我哪有？平常就这么穿。我这是天生丽质。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去后面安排了，你也快点过来吧，一会儿粉丝来了啊。好，帮我放到那边去，谢谢。先去休息一下吧，今天你会很忙的。谢谢你啊，白羽，要不是有你在，小丸子早就乱套了。他呀，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是真心想跟你合作，帮你就等于帮我自己。如果你心里还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呢，一会儿记得帮我们周边的产品打广告就好了。没问题，走吧。就陆陆续续的有人到了，怎么没人呢？时间错了，地址错了，名单我都是确认好回复的呀。不行，我得找人去研究一下，看看旁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交通事故，把所有路都给堵上了。孙主编，啊？外面来了好多人，我得去看看。呼吸，喂，哎，别紧张，他们只是来交流的，都是冲着我漫画来的，即便我表达的稍微差了一点，也都会喜欢我的。石小念，加油！是不是到时间我该上场了？小念，人很少，没事儿，没关系的。不是很多，人很多啊，没关系，不紧张，没事的。怎么了？你自己去看吧。Thank you.
什么鬼啊？啊，小老板，这就是您安排的发布会粉丝啊？怎么了？准时、高效、安全，还不容易暴露，有什么不好吗？不容易暴露。小老板，这事儿谁帮你安排的？你告诉我，我帮你解决了他。这件事情我怕你们做不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的。为这件事情，我还特地打电话给国内最顶尖的策划公司呢。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就问一个问题啊。说。如果石小姐知道这次粉丝都是您安排的，您觉得会有什么后果？不会有任何后果，她不会知道。这些来参加活动的粉丝，我都付了丰厚的酬劳，他们永远都不会说出去。那您觉得为什么石小姐突然取消这次活动？取消了。为什么？这个女人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当初要搞这件事情的也是她，现在说走就走了，她把我公公当成什么人了？女人。真是一个很奇怪的物种。是你比较奇怪，小老板。是他，肯定是他吧。哎呀，小念，你别生气。你确定是跟我干的吗？其实也不一定啊。哎呀，好吧，确实是他干的。他在你来之前让米生按了一圈摄像头，说是为了保护大家和人身财产的安全。你也知道，我最近懒得理米生，他愿意做什么就让他做吧。谁知道他会搞成这样？早知道我应该让报名的人每一个人发一张自拍过来。失误。你的意思是，他在这里安了一圈摄像头，而且你们都知道。嗯。其他房间都已经安装好摄像头了。好的。喂，医生，你往我们公司安装摄像头干嘛呀？哼，哎，当然是为了保护大家人身财产安全，不然呢？我告诉你啊。不许在我办公室里面安装摄像头。你不用告诉我，我不会在你办公室里安装摄像头。看什么呀？看你换衣服。你，小念，这现在很多工作环境都有摄像头，这很正常的。正常？你还认为正常？我本来以为我的梦想已经打动他了，没想到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别人。我现在就去找他理论，哪怕他把我掐死，动起来做成标本。做成标本，这个想法听起来怪怪的。你们俩要说什么就在这儿说，这是公司唯一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哎呀，你们俩要说赶紧说，外面那么多摄像头，说不定早就被龚大总裁看到了。不想出事儿的话，就赶紧说速战速决。小丸子说的对，龚欧一会儿就来接我了，你有什么话，赶紧说吧。嗯，你跟那个公欧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那他这个安排看起来……这个安排是我和他之间的一点小情趣，可能外人不太好理解。哦，你如果没什么想问的，那我先走了。哎，等等，我有事问你。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好问的，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关于你的事儿，我也都是从小迪那儿听来的。你很在乎他的感受？他
是我妹妹。那我就明说了，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个不情之请。什么？我给小弟租下那间办公室，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愿望。我想给他找一个可以安静画画又可以看到落日的西光小屋。你真的很喜欢这儿吗？当然了，我觉得这里美得像一幅画，这里的夕阳很美。如果每一天都可以在这么美的夕阳里画画，那我这辈子就太幸福了。等我再长大一点，我要在这里造一座能看夕阳的小屋，让你在里面画画。真的吗？真的。那我可以给这个小屋取一个名字吗？当然可以了。那它就叫西光小屋。谢谢你千初，也谢谢你的西光小屋。穆先生，你说的这个星光小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有任何问题也不该来找我解决。我不相信跟你没关系。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你那么在乎你的家人，那现在我也多半算是你半个妹夫，是不是应该听我把话说完？你说吧。我想请你搬出那栋小洋楼，我可以给你双倍的补偿和更好的工作环境。他凭什么要给师弟让位置？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听说宫欧为石小姐收购了这间出版社，专门发行她的漫画。宫总的公司那么大，当然可以投资其他的事业了。况且他又不是平白无故的投资这个出版社的，我们家小念不仅有才华而且有能力，所以才会被看中。对不起，打扰了，如果给你们带来了困扰，我很抱歉。现在总算是看出来了，你对于控制别人、威胁别人、让别人受制于你特别有癖好。我原来不觉得，我以为你会改。我现在才看出来了，你是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重了。你特别喜欢让别人受制于你，然后被你玩弄得像个傻子一样，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成就感？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清楚，大可不必这么费力，你就直接告诉我别让我去得了。还安排一对大爷大妈充当假粉丝，你是不是看我？这样被你玩弄特别有意思，看我笑话。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出尔反尔啊？石小姐，这个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你闭嘴！出尔反尔，要说出尔反尔，没人比得过你吧？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自己的妹妹，不破坏别人的家庭，然而呢，你装模作样让我去假扮你男朋友，这才过了几天啊？怪不得你妹妹会对你说那些话。我在你眼里，原来是这样的。你在我眼里是什么样不重要。我现在只是觉得我帮你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算道不同不相为谋，
龚总，我感谢你的好心，帮我出版漫画，投资了这个工作室，但是该还的我都会还给你。今天我们俩就到此为止。至于你要怎么跟家里人解释，跟我没关系。你也不要再动不动把我叫到你家里去住，我只会觉得很幼稚，一点都不好玩。医生，停车。停车！医生，不用管他，我们走。跟我哭，有什么好委屈的？女人就是这样，太情绪化了。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吵架的时候太激烈了。哎，现在想想，终于摆脱这个大魔头，倒是一件好事吧。总算是摆脱他了。小念，快上来吧。徐小姐不见了。继续开。不是小老板，生气吵架可以，但你不能因为生气就不管徐小姐安全了。真卷车流里面了。他上了白宇的车。啊？您怎么知道？你前段时间调查白宇的时候，给过我他的车牌号。连白宇的车牌号你都能记住？哎呦，我真是服了。放心吧，我不会笑话你的。你和宫欧是因为穆千竹才吵得不可开交吧？他太霸道了，安监控，安排粉丝，我跟穆千竹说着话呢，就能把我拽走，真是不可理喻。其实我觉得宫总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那么恶劣啊。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你忘了你刚来那会儿他是怎么对你的？我向来都是只对事不对人，我觉得龚总对穆千珠的反应完全是正确的。哎，你想想啊，当初穆千珠提出让你搬走工作室，如果你不答应的话呢，师弟会变本加厉的跟你闹，那如果你答应的话，师弟以后也说不定更蹬鼻子上脸欺负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宫欧出现在你面前帮你对付穆千初，即使手段粗暴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对你好，也免了你处处为难，不是吗？你真行，你这么一说我还不太恨他了，虽然我还是很生气。也这么晚了，谢谢你送我回来，谢谢你陪我这么久，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别难过了啊。嗯，哎，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走进去。好，你早点回去吧。拜拜，慢点啊。路上小心。你也小心。
好久没回家，这水晶球都磨成灰了。千初，这个送给你。我把这场大雪都装进这个水晶球里了，当做我们一辈子的回忆，好不好？千初，我送你的这一场大雪的回忆，你还记得吗？龚总，现在不是我们逞强的时候，数据在这里摆着，市场对我们的产品反响并不是很好，眼下要做的就是把手头上最大能运作的资金全部推广在第二轮宣传上，像电影院 LED 屏的投放、明星代言以及线下实体店的增加，这样还有赢的可能。可是这部分的问题是需要的资金量太大，同时又很难展现我们产品的核心技术，我觉得意义并不大。毕竟整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头来还应该是技术，而不只是实体店和代言。对，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不是我们擅长的推广模式。以前公寓曾经提出过要慢慢的从线下转为线上推广，可这需要时间啊。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等把线上推广做好了，那市场都被人抢走了。现在公司用于宣传上的资金还剩多少？在我的印象，市场应该已经吃过三分之一了。上个月我们投资部买了一个出版社，这个月又买了一间工作室，所以资金上有些捉襟见肘。这两个投资不只是简简单单的把钱花出去，我自有我的决定。OK。只要龚总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我们都没问题的。只不过线上宣传的钱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给你了。要不这样，我的部门这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就不发了，来去做线上宣传，一个月的时间吧，挺得住的。算了，这样吧，你把原定用于线上宣传的资金全部给我，我自己想办法。散会。接到你的信息，本来打算亲自去机场接你的，但是和陈百一争执就给忘了，实在是抱歉啊。知道你忙，所以就放过你了。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的。我这回回来主要想和你汇报一下北美市场的调研情况。喜忧参半吧，喜的是 NE 手机硬件条件已经非常完美，不需要担心质量标准。NE 手机在质量和手感上确实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啊。你继续说。优的就是太缺乏宣传力度，这也是国内手机外销的最大问题，如果搞定几家运营商或许有更大的优势。宣传力度，如果我们准备进军北美市场，我会出一份完整的策划案。不急，你刚回来，早点休息吧。
公，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过得好不好？挺好的，跟以前没什么区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没什么，你早点休息，我先去睡了。好，晚安。